当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艾德阳，塞拉利昂人，但是我现在是中国人。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中国的夫人。杨燕的媳妇儿。夫妻是吧？夫妻关系。因为一个雕塑，他开始了长达20年的跋涉，来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黑人老婆。都去过哪些国家去寻找？法国、美国、德国，这欧洲很多国家。然后顺着中亚，约旦、以色列、土耳其、西非、南非。当他看到他的时候，竟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一看到他，我心想，他要不跟我结婚，我这一辈子不再想这个事儿。当刚见第一面的男人和他说结婚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不认识我，他怎么可能想要我嫁给他呢？当他和自己的母亲提出要做中国太太的时候，他的母亲拒绝了。于是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把这个事情不跟他们说了，我就是带我的东西到他这边来，然后我决定嫁给他。私奔了？对。就见面一天就私奔了？我跑了。在节目的现场，他深情地这样唱道：夕阳有时尽，黄昏有黄影，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我的老公。他和他也有了两个人爱情的结晶。叫什么？你叫什么？这是谁？这是谁？哦，爸爸。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妈妈。嫁到中国后的艾达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公益梦，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中国人。艾达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一直走到哪儿他愿意做这个做慈善。北京，在河北郑州，是他组织的外国人去看那些残疾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塞拉利昂人，一个已经年过半百，一个却正值青春，他们是怎样擦出爱情的火花的呢？而今天他们来到节目又是为了什么样的公益事情呢？敬请关注云南卫视让我帮助你非洲媳妇儿的中国梦。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云南卫视的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让我帮助你》，我是主持人赵川。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来了三位生活观察团的老师们，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今天节目的开始可能跟以往都不太一样，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欣赏一段来自非洲的舞蹈。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S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这两位舞者是今天节目的当事人，他叫杨燕，中国山东人，他叫艾达，塞拉利昂弗里敦人。从他们的舞蹈来看，并不是专业的舞者。他们告诉我们，两个人只是热爱舞蹈，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就会跟着音乐欢快地跳一段。在刚刚那段舞蹈中，我们发现两个人的眼神看起来十分的暧昧，但又觉得从年龄和肤色来看应该不是夫妻。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他们今天来到节目又是为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杨先生，您是哪人呢？山东德州人。旁边这位女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艾德阳，塞拉利昂人，但是我现在是中国人。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中国的夫人。杨燕的媳妇儿。夫妻是吧？夫妻关系。你们俩应该有一点年龄差距吧？
不到三十岁。对。杨老师今年，我今年56，马上就要57了。这个好像印证了那句话啊，就是爱情可以跨越年龄，爱情可以跨越文化，爱情可以跨越国界，还可以跨越更多的种族啊，可以跨越一切东西哈。杨老师一看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艺术家，从事的是哪一行？画中国画。画中国画，写中国书法，写中国书法，娶一非洲媳妇儿，对，热爱非洲文化，对，啊，就是因为爱非洲，所以才娶了一个非洲的珍珠回家，是吗？这个话说来早了，有一个雕塑，跟我们两人走在一起，关系太大了。因为一个雕塑，实际成就了一段爱情奇缘嘛。来，我们来看看那个雕塑啊。原来今天的当事人杨燕和艾达就是夫妻关系，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国老人和一个塞拉利昂的女孩之间的爱情起源就是因为一个雕塑。今天杨燕也将雕塑带到了现场，当拿上来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和艾达一模一样。难道这个雕塑雕刻的就是艾达本人，还是另有起因？那么究竟这个雕塑怎么让这两个跨越年龄、跨越种族、跨越国家的人走在了一起呢？您说的跟你们俩走在一起有巨大作用的非洲木雕是这个是吧？就是这尊雕塑啊。这个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我在近20年啊以前看到这个雕塑，我就特别的喜欢，我就跟我这个朋友，他叫张二苗，我就跟他说啊，能不能送给我？他不可以啊，这是他的收藏。我就跟他说，以后我有机会，我娶这样的做媳妇儿。等于20年前您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娶一个非洲女士做媳妇儿。对，实际上呢，这尊雕塑给我带来的这个深刻的那种感受，和我要娶一个非洲媳妇儿结婚建立家庭养育后代这个想法啊，不是那么简单啊。只是这个雕塑它是一个发端，它让我有这个就像发誓一样，我一定要有这个标准，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信心，一定要去这样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都去过哪些国家去寻找啊？法国、美国、德国，这欧洲很多国家，然后顺着中亚，约旦、以色列、土耳其、西非、南非。您这个到底是采风啊，还是找媳妇儿，还是既采风也找媳妇儿？也采风，也采风。你看我去过南美啊，像墨西哥、秘鲁、巴西，沿着这个亚马逊河。对啊，那地方没有非洲人呐。那不见得非洲人，我当时想的就是要黑，就是黑色人种。对，要黑，因为这尊雕塑这个木头这个颜色啊。太好了，就是黑人皮肤的颜色啊，本色啊。这个不是朋友说自己的收藏既不卖也不送吗？来，怎么就到您手里了？这个经过这个反正几十个国家，最后在非洲跟艾德阳结了婚以后啊，这个消息传到了我这个朋友啊张二苗的耳朵里把他送给了艾达啊。因为当时给艾达的时候，艾达抱着他的时候简直像照镜子一样，哎呀，看到以后四目一对啊，愣住了，这简直太像艾达了。因为一个雕塑激发了杨燕的灵感，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就要找一个黑色皮肤的人结婚，于是在20年的漫长岁月里，杨燕开始了自己不间断的寻找，从美国到墨西哥，从墨西哥到巴西，再从巴西到阿根廷，然后到印度、土耳其、法国、埃及、南非，只要有黑色人种存在的地方都留下了杨燕的足迹。最后他来到了塞拉利昂，才找到了他心中的女神艾达，完成了自己曾经的心愿。那么在这20几年的寻找过程中，杨燕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而她又是怎样打动艾达的心的呢？让艾达愿意嫁给他，他们的爱情故事中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呢？在这个当中碰到了什么困难了吗？主要还是语言的障碍啊。我请过好多翻译，什么还有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啊，困难重重。我的朋友没有人不知道我找黑人结婚的这个事儿啊。人家会不会很好奇的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黑人结婚？当然每次也都问，
我觉得我要有一个非洲的媳妇儿，从性格到文化方面的这种差异，会给我带来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嗯，哎，这种丰富性有利于我艺术的这个发展。嗯，哎，也有利于我视野的这个开阔。嗯，这个家庭的建立，也会给周围，啊，给两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一些联系和互动。有了这个混血的小孩以后，他又会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未来，一个希望。从自私的我的层面来讲，可以丰富我的艺术创作，对吧？从更大的我来讲，有利于国家也好还是地区也好的一些交往。第三个层面他讲到了，实际上面我们讲到了一个人种或者人类融合的一个问题，所谓混血的孩子，我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是三个这样一个层级的意思叠加起来了这么一个愿望。对，那三点对我来讲，我想得很坚定，我才会付出这样的努力，我才会有一种坚守啊。就这种坚守的力量应该是巨大的啊。有没有人家带来年轻的这个比如说非洲的女性朋友到您那儿，人家当介绍对象，结果人姑娘一看您这岁数好像隔着辈儿呢，就管您叫叔叔，叫甚至再往长辈里叫，有这样的吗？有啊。有一个演员，非洲的，叫玛丽亚，当时介绍人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跟我将来能结婚的啊。可是他见到我以后，他要叫我爸爸。我觉得那非洲女孩太聪明了，他一叫爸爸，您这事儿就不能再往下了。就是这道理，是吧？叫爸爸这事情就结束了嘛。他要拜师，我教他写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想办法帮我找个师母啊，我说最好到你们国家去。哦，这样子就我就跟他去了。哦，等于说这个你收他为徒，让他给你介绍女朋友或者介绍师母是吧？对对对，就这么去的，就在那儿碰到了。对。现在的夫人哈，对，怎么碰到的呢？马上快四年了，三年多前，是塞拉利昂的一个国庆节，第二天呢搞了一场这个选美比赛，也是配合这个国庆的啊。就选美比赛呢，我就是这个嘉宾，评委啊，然后有十个佳丽，来评，评完以后呢，其中有六个佳丽，晚上就到饭店里来，都是玛利亚介绍给我的。当然那天我突然感觉到很慌，所以我说今天不聊这个事情，你们先回去。20年的时间，杨燕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寻找着。这期间有许许多多的人给她介绍了一些黑皮肤的女孩子跟杨燕认识，但是每一个似乎都不是杨燕心中的女神。就在这个时候，杨燕认识了在中国唱歌的塞拉利昂女孩玛利亚。于是杨燕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拜托给了玛利亚，热情的玛利亚带着杨燕来到了自己的国家塞拉利昂，参加了国庆节的一场选美比赛。没想到的是，当自己就要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杨燕突然选择放弃了。她发现这六个人里没有自己要找的那个人。可就在这个时候，杨燕在来时飞机上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帮到了杨燕。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杨燕寻找非洲老婆做了怎样的帮助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叫艾萨图，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认识一个我们国家的人，他叫 Hamza， 他刚从中国来，他请我去吃饭，他让我陪他去。我到了以后没多长时间，然后杨老师来了，杨老师来了以后，然后很长时间他一直在看我吧，然后我也在看他，我好像我见过他。这个国庆节呢，他邀请我去做参加这个国庆节做嘉宾，坐在主席台底下，他当时已经在场。对，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想，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在想我在哪里认识他，他也一直在看我，所以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把头我低下了。对对对、他当时眉毛里头有几根金色的眉毛，这是我没见过的，从来没见过。他低着头，不好意思，然后往上一看，金色眉毛那么一挑，哎呦，
又是金色眉毛，还是阳光照的金色，还是心里面那种心情的金色？各种因素啊，我就觉得他太太好了啊啊！一段长时间，阿姆扎出去，他们两个讲话，讲完话以后，阿姆扎进来，他说我那个人是我的朋友，他很非常喜欢你，他要你们两个结婚。然后你怎么想呢？然后他跟我讲，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不认识我，他怎么可能想要我嫁给他呢？对，我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中国，他做什么？然后他说这是一个艺术家，我们在中国非常好，没问题。我说他艺术家，他做什么东西？阿姆扎也不知道。阿姆扎说，那爱的，我跟你说真话，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在飞机上见过他，然后。我在喝水，然后他问我你去哪个国家的，我跟他说我去塞拉利亚。飞得很远嘛，在机舱后面喝水的地方，我跟着哈姆萨，哎，他会中文，在天津上大学，我们俩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他问我到哪儿去，我说我到塞拉利昂，那塞拉利昂是他的国家，然后呢，他问我去干嘛，我说我要找一个非洲媳妇儿，非洲媳妇儿啊，他也大吃一惊。你就是来结婚的吗？我的此行就是来结婚的啊。哈莫萨就帮我这个忙了啊。哎，说你要结婚，就那他要跟你结婚，哎，就这么回事。要不然人家说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你看非洲人民也很热情的，很热情。我一看到他，我心想他要不跟我结婚，我这一辈子不再想这个事儿。一个比自己大将近30岁的外国人见到自己的时候就开始盯着自己看，紧接着又告诉自己要和自己结婚，这一切就像梦一样，让艾达一时反应不过来。那么最后了解了事情整个经过之后的艾达，会不会在认识的第一天就答应自己面前的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要求呢？如果不答应的话，杨燕又会怎样努力拥有这份自己盼望了20多年的爱情呢？他们还要经历什么才能走在一起？我说那这个人是谁带他来的，然后他说这个人是玛利亚，然后我问他，我说玛利亚是谁，因为我也不认识玛利亚吧，然后他说玛利亚是我们国家的人，他在中国唱歌。我说哦，我说玛利亚呢？他说玛利亚现在不在，他也很忙。他说我也马上想出去吃饭，所以你可以跟杨老师一起在这边，陪他玩。然后我先出去，玛利亚马上回来。玛利亚回来以后，然后你可以回家。我说好吧。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看看很多很多地方呀，他看看很多很多，人啊，他。不会说我们国家的语言，但是他想跟他们玩，他想跟他们在一起，他很高兴的很快乐，所以我看这种人，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好，他是一个好人。什么叫心花怒放，人逢喜事精神爽呢？他愿意跟我走以后，同意留下来以后，我心里带来了很大的希望。那时候我这个步履啊非常的轻盈啊，整个的心情欢呼雀跃，那种沙滩、蓝天，那种空气，那色彩，那黑人在跑在踢足球，简直全是剪影啊，都变成都不是立体的了，都是这种二维的剪影。哎呀，太美了，一下子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我们了。你们语言应该不通吧？当时没有语言，当然我会把英语最少的英语用到极致，就是 OK。OK， 那你什么时候向他求的婚呢 ？OK， 然后他还没有来得及点头了，我先给他 OK。那你那会儿是决定当时就决定嫁给他吗？你们俩在一起待了几天？导游了几天？第二天吧，玛利亚来找我，找我以后他说非常感谢你陪他，他说这个人是我带他来的，他说你需要什么都你可以问我，我说好，他说你感觉他怎么样？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个人我感觉他挺好。然后玛利亚也跟他说，玛利亚跟他说以后，我看他的那个表情很高兴的。对，然后他们两个说话很长时间，然后玛利亚说，我们明天可以见你的父母吗？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他们去，玛利亚的妈妈和玛利亚的那个哥哥的阿姨，他们都去见我妈妈和我几个家人，跟他们说这个事情。
我妈妈不了解，也不懂中国。中国就是去到乾隆，功夫，所以我们就是去到功夫，所以我妈妈不太了解，所以她有点害怕，她说不行。因为带杨燕来塞拉利昂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事情，所以见到杨燕的第一天，艾达便担当起带杨燕游玩的任务。在第一天的相处中，艾达慢慢接受了心地善良、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的杨燕。相处的第二天，艾达便答应了和杨燕结婚的事情。当他们一起回来见自己的母亲时，母亲怎么也不愿意答应艾达与杨燕结婚。那么艾达又将怎样说服自己的母亲接受这位外国女婿呢？这个事情不跟他们说了，我就是带我的东西到他这边来，然后我确定嫁给他。私奔了？对，就见面一天就私奔了。我跑了。我们俩第二天去结婚，办完结婚证以后，然后在他们国家办的是吧？对，办完结婚证以后呢，这个当时没有戒指，是跟那个主持人借了一个戒指，然后还跟另外一个人借了一个男士的戒指，就是很不配套的两个戒指，就把这个结婚结了。后来我到中国来，我们就举行中国的婚礼嘛，又把他的父母请过来，请到中国来，他的妹妹还有他们大使的好多他们国家的人请过来，然后我这边的亲戚也都到。十月份搞的婚礼嘛，那个婚礼是模拟了一个这个从海上迎亲的仪式啊。因为这个塞拉利昂的这个地貌啊跟烟台非常像，所以呢就策划了一个从海上船只把它运过来，我在海边焦急的等待，然后天马栈桥呢是烟台刚刚建了一个桥，非常漂亮，有700米长，就我们在这个桥上完成这次这个迎接啊。然后我一个灵感，把那个邓丽君的那个又见炊烟升起那个旋律改成了对接我们俩婚姻，对接这个天马栈桥这个应景的这个词儿。中午告诉他，晚上他就要唱。他能唱吗？唱出来了。现在还记得吗？对。能来，我们听听，我们听听。又见炊烟升起，暮色中大地，想问千盏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时尽，黄昏有光影。时间花一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我的老公。看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眼里就没别人，你看他，就诗情画意嘛。唱歌就是他第一天的事儿啊。我们俩刚认识，语言不通，是吧？正好饭店里有那个电视，打开是中央四频道，正好在播邓丽君片头唱《小城故事多》啊。我当时这个英语啊，就那么一句，我给用上了，估计用的还挺准的，就说这个邓丽君啊，音唱了 number one。电视一会儿就过去了，没有了。巧在我手机里有一个，正好就是《小城故事多》。我就把这《小城故事多》就轮流的放，当天晚上他就能哼出来了。我们有没有兴趣欣赏一下杨夫人唱这首歌？可以。来。《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过去的都消散了，小娃在别处，看似一幅画，听上一首歌。
看一看，说一说，下村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下村来做客。你现在这个中文也学了一些了哈。对，这首歌的意思你现在明白点了吗？对，啥意思呀？就是一个小城吧，啊，一个小城的故事很多啊，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亲你的朋友一起来啊，爸爸，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他的眼里，你们那国家这个小城啊，因为中国这个城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如果咱们再往前推的话啊，它不一定讲的就是一个城池的事儿，对对对，可能是一个地方的事儿。对，这首歌把它再翻译成你明白的中国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国家的故事也特别多，有一个叫老杨的先生，他到那儿去见到一姑娘，一天就骗回家当了媳妇儿了。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喜和乐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艾达一直坚持着要和杨燕结婚，她坚信杨燕就是自己要嫁的那个人。于是两个人在认识的第二天便在塞拉利昂领取了结婚证，两周后便跟着杨燕回到了中国，开始了自己中国太太的生活。而在刚刚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艾达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甚至对中国的概念只有成龙和中国功夫。他将怎样开始适应这个新的国度呢？他又将怎样与自己完全语言不通的丈夫一起生活呢？他们又要怎样解决面对一个个的问题呢？那你们语言也不通，你们怎么生活里怎么交流呢？哎，用翻译机，这个语言的这个小翻译机在我们俩度过了太多的不眠之夜啊！有时候一句话我们俩弄两个小时没弄明白，翻译了半天，他这个英文里头可能有些词还是有点不对，然后呱一点什么小蜜蜂出来了，那一点都搭不搭界，几个概念啊，这语言肯定是不准确嘛，我都不行，重弄了半天，我摁错了一个键，呱全删掉了，完又重新来。可能我们俩说的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比方说还有我们明天要去一个地方，他要问我去哪儿，那说不明白的，最后我们俩主要靠信任来解决。如果都要问清楚再去办事情，就什么事都别办了啊！就是相信老公叫我去我就去，肯定不是坏事。然后呢，老婆说要去哪儿，我就跟他走，看他干什么。这绝对需要相当的心量，不知者真的没法那个，没法揣摩，真的。是幸福当中也有一些小苦涩吧？不会都是幸福吧？绝对的，杨老师。不是一般的苦涩啊，经常也会让你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你已经是非常呕心沥血的想讨她欢喜，结果讨错了。就是你千辛万苦的这个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结果发现对她来说是个惊吓。哎，对，她可能也是这样对你的。有时候不理解。对，这种不理解到什么时候慢慢打磨掉了呢？这就非常感谢艾大洋，她在努力的学习这个汉语，她汉语每往前进一步，我们俩的一些小问题就会化解。我一直说杨先生这个杨老师这段这个爱情也好婚姻也好特别像一个他的一个艺术实践，但是你能这么一直实践下去还是真的让人羡慕的。因为这个婚姻的东西可能最重要的是找到思想上或者叫精神上的那种沟通。这样吧，我考他一些问题好吧，能考吗？能考，是是。我因为他要常年在中国还要生活下去，他做中国人的妻子，他得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嘛。编导给你出了一些题，我觉得挺简单的啊，看看你这儿怎么样哈。请说出一首诗人李白的诗，你会吗？可以啊，我会多的呢。一首就行。好，我先来一个短的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哎呦，好，我还会有绕口令呢。你来个绕口令我们听听吧。黑化肥会发的灰发灰，
灰化肥挥发了会发黑，黑化肥挥发了会发灰，灰化肥挥发了会发黑，黑化肥挥发了会发灰，灰化肥挥发了会发黑。好，可以啊。中国年轻人说的情人节是哪天，你知道吗？那个爱情节。对对。嗯，七夕。哦，七夕他都知道。七夕。七夕啊。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你知道吗？应该56吧。啊，不错，很厉害哈。在中国有一个传说，说在月亮上面住着一个美女，那个美女叫什么？嫦娥。哎，可以可以。邓丽君啊，有一首歌，这个歌里面有一句词，啊，在哪里，在梦里见过你，就说的，你不是说了吗？见的在哪里？哎，这歌名叫什么？甜蜜蜜啊，对，甜蜜蜜啊，甜蜜蜜，爱情的事儿，你看他都明白啊。最后再问一个有意思的题哈，现在流行歌曲你听吗？就现在在中国流行的歌你听吗？歌，中国的歌，对，我听了很多歌。好了，有一首叫《小苹果》的歌是谁唱的？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是谁唱的？我忘了他的名字。啊，忘了名字了，这个也不重要，会唱就好了。从嫁给杨艳的那一天起，艾达就开始对自己曾经一点都不了解的中国有了浓厚的兴趣。经过3年多的时间，她不仅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利用自己所有的时间去学习有关于中国的文化。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她出了一些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考题，没想到一点没有难倒艾达。这些在我们常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考题，对于一个刚到中国3年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艾达在中国的这些年，不仅在努力地学习中国的文化，还为杨艳生了一个混血的宝宝，叫杨和平。艾达说，和平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那么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艾达又想将怎样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呢？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孩子了？对，叫什么呀？杨和平。为什么叫杨和平啊？我给他这个和平的名字，因为我和杨老师结婚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对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不可以，不能在一起吧？啊，就是很多人不看好。对，然后很多人会说你们肯定不会很长时间，不会时间长，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因为这些事情，我说这个世界太不和平了，你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你想把他们两个改，你想把这个世界改，你有这个想法，你先把你自己改，所以我就太阳和平。他今天给我解释的这个和平，给我的感觉实际是我们常说的通达。他讲的更多是通达的意思，就是哎，不要那么较着劲呢，他还没有那么大的概念。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小朋友我们还是想见一见的，应该很可爱，今年3岁，2岁，2岁多，2个月吧。哇，2岁2个月啊，真棒哎！嗨，和平。哎呀，好，来，就在叔叔这儿坐吧。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这是谁？这是谁？爸爸。哦，爸爸，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妈妈。为什么不喜欢爸爸？爸。喜欢爸爸喜欢爸爸。平常你陪他玩吗？有，经常。这个我因为太爱他了。对于杨艳，在自己20年的努力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自己的爱人艾达。当他们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刻，杨艳觉得自己多久的寻找与等待都是值得的。而对于艾达来说，4年前的自己完全想不到自己会来到一个从未了解的国度当太太。但是这4年的生活给了她太多的感触，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也因为这份爱而为丈夫生下了可爱的杨和平，让两个人的爱情延续下去。那么对于这样人生圆满的两个人，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让我帮助你的节目现场呢？他们来节目的诉求又将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今天来我听起来这么幸福的人有什么让我们帮助，我很好奇啊，就需要这个平台传递的是什么呢？艾达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一直走到哪儿，他愿意做这个做慈善。我跟他去美国，在美国一共玩了半个月吧，他搞了两次慈善。当天晚上，美国的新闻就播出来了，标题还挺大，标题是我不懂英文，他翻译给我听，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中国帮助吧，中国的帮助。帮助美国，你看大概这个、啊、中国来自中国的帮助，哎啊，你看这个多大的标题、嗯，就是整个记录了他当时做这个公益事业。另外，在北京、在河北、在郑州，还有哪里？怀柔都是他组织的，嗯，是他组织的外国人去看那些残疾人。哦，就是关注残疾人士群体。对啊、嗯，那说了半天说的是背景，还没有说今天来这个节目是要做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因为我去过吧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我们还去这个地方、嗯、云南、对、啊、我们去过云南，来到云南去具体的寻找到这个需要赞助的这个学校。啊，我们有几个方式，一个是直接赞助一所小学、嗯、还有一种呢就是赞助教室。我拿出来我的画，因为我也会画画吧。哦，慈善的慈善活动，然后做慈善义卖。对对对、哦、我明白了，挺好的、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可能今天夫妻俩做一幅画，嗯，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让大家看到这幅画，然后有识之士通过买画的方式等于完成了一次募捐的行为、嗯、对，所得的这个善款送到云南需要的学校去。对对对。你以前画画吗？以前我没画过，就是到中国来以后开始画。啊，他现在跟您学是吧？对，也肯定是算跟我学了，因为但是我要教他很困难，因为没有语言嘛。嗯，所以他是完全靠自己悟性啊，他自己看多少啊，他就能消化多少，反应特别快，厉害啊！他第一张画的画，画的是他们国家地图。嗯，你看刚到家的第二天，拿我的那些文房四宝画了他们国家的地图，后来就开始画芒果。再后来就画夫妻柏，我们俩去云南以后，他看到夫妻柏非常感动、嗯，因为我们俩这个夫妻嘛是一对很特殊的一个夫妻了，他对这个夫妻那两棵树怎么互相缠绕的，就像两个人一样嘛，他完全有感觉。嗯，这是一个大善举，我们先谢谢你。艾达一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用自己的能力做着各种公益事业，今天他来到节目的诉求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份公益事业，因为自己之前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云南山区的孩子读不起书，为之心痛，他决定用自己的画作来义卖，将所有的善款拿来为这些孩子们修建校舍，让他们可以读到书。我们俩同时完成夫妻的。我画象征男性的这个夫妻牌，他画象征女性的夫妻牌。今天在中国吧，我觉得我很幸福的、我想感谢所有的中国人，然后我想感谢习近平，他第一个地方去就是非洲吧、所以我非常高兴，我特别想感谢习近平。以前就是中国上那个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非洲的国家的帮助，然后最后一票是我的国家，所以习近平这是去为这个非洲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好，然后这个埃博拉病毒、还有很多非洲的事情他帮助他赞助，我特别想感谢，然后我永远会爱中国，因为我爱我的老公、我永远会代表中国在世界。我很高兴，谢谢你们。总结一下就是要感谢那些在中国给予他爱的人，要感谢那些虽然他陌生但是爱着生他养他那片非洲大地的中国人，
要感谢那些为中非友谊做出过贡献的所有的人，感谢那些在非洲埃博拉病情肆意的时候中国人伸出的援手。这幅画刚才已经说到了，它的目的是通过这个节目，当这个作品完成之后，我们搭一个桥，社会上面的一些爱心人士去把它购买之后，我们把它放到云南的一些贫困小学去捐助了一些贫困小学的教室或者校舍。杨老师还专门给这幅作品提了一个名字，叫生命之树，挺有意义的啊。生命里面有很多含义，可能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男人和女人的爱，男人和女人的爱再高一个级别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爱情上的东西。有了爱情的东西，它开始跨越很多东西，而这对夫妻恰恰是跨越了很多阻碍走在一起。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像他们今天画的这个树一样，树缠藤，藤缠树啊。我们希望他们的爱情也像夫妻百一样长青，纠葛在一起，希望他们的宝宝健康成长。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让我帮助你，下期节目再见，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因为杨燕的坚持，他终于在20年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妻子。当艾达嫁给了杨燕，来到中国之后，也一直坚持着做自己的公益事业。他将自己画的每一幅画拿出来义卖，再用这些善款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今天的节目，夫妻俩一起作画，想将这幅画进行义卖，用所得的善款帮助云南大山里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更想用这种行动去感召更多的人加入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在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加入他们，一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请与我们的节目组联系。我们相信大家齐心协力可以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我们也祝愿这对恩爱的夫妻今后的日子会更加相爱，更加美满。